选择，等你来选择。男嘉宾啊，选一位吧。那就四号。选择四号女嘉宾，来，我们看看啊，这笑声甜美的我们四号女嘉宾的老照片。我刚才看从她年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哈，第一个月朦胧鸟朦胧，第二个呢又那么知性哈，很职业感，第三个呢看到了现在这样的风采，依旧是非常爱笑爱美的这么一位女士。来，有请咱四号女嘉宾。大家好，我是温柔善良的小女人，我来自沈阳，我叫谭雅英，欢迎您。你好，阿姨好，又见面了，来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男嘉宾，您1.7米左右吧，好像。叔叔问个问题，我们女嘉宾是长头发好看还是短头发好看？就现在挺好。其实她就是一个一般人。我们女嘉宾啊来了很多次了，哎，我记得之前牵手了一次，不行，没有医保。第二天我就告诉主持人了，我说不合适，不行哈。那这回咱认真选，好不好？好的。谁当老爷们老七呀、啊？嬉皮笑脸的，我不喜欢嬉皮笑脸的。他没遇到我可心的。咱男嘉宾和女嘉宾现在有好多默契的地方啊，我们更多的了解一下他生活当中的状态，好不好？来，咱看一下大屏幕女嘉宾的短片。1945号，谭女士，62岁，离异，企业退休，有住房，儿子已婚，沈阳人。大家好，我是温柔善良的谭雅英女士，我是一个努力上进、爱好广泛、心地善良的女人。我原来是做财会专业的，后来那个退休以后，我就那个帮别人管点账了，管销售了哈，这些完了公司奖励我一台车，因为干得好奖励了。干得好。我认为喜欢小动物的人内心一定非常善良，我希望未来的那一半也是一个善良的人。我那特别喜欢小动物，完了上农村养一些猫狗了，小动物和流浪狗了，所以呗就是献点爱心吧。爱的选择，我来了。女嘉宾会水兵舞是吧？男嘉宾会吗？不会，我最笨的就是跳舞了。最笨的跳舞啊？那腿儿不分半儿？不分半儿啊？那嘴分半儿不？嘴还行。唱唱，你唱唱，他跳跳。唱的歌可以，跳舞没不好。咋的？跳广场接触人太多，接触男的女的老太太太多，所以那事儿就是。唱一个懂你吧，你。轻轻地离去，一步一步孤独的背影，告诉你把爱全给了我，把世界给了我，从此不是你心中苦与乐，多想靠近你，依偎在你寂寞温暖的怀里。哦，咱们姐姐太娇羞了，怎么今天这么羞涩呀？你也不看看人家，你哪怕有个眼神的交流，我觉得她能比她乐得好点。她岁数也小，完事儿她说长得也挺好，她需要她想少瘦一点的，正好她挺瘦的。感觉我们女嘉宾这舞跳咋样？挺好。